也是人，这些无理要求有没有人性？我第一次在节目上讲，也算是压垮我们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今天要搬家，男人说他要在新家，可你有想过，小孩的衣服都是妈妈在整理，我应该到新家，他根本看不清楚。一打开门要搬家的时候，对门的婆婆。我要处理搬家工人的感觉，你要给他加钱，这种东西不是女人应该处理的，这真的不合理啊！今天晚间9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经，熟女家务事。